要不要先通知一下商场部的人？不用了，你们跟我一块进去。可是还没有安排好。这就是我拐弯来这里的目的。没卖，哎呀，又不是光我们没卖。嗯，也对。哎，下了班我们去哪玩啊？哎，你说吧，不知道呀。喂，亲爱的，我今天很早就下班了，晚上一起吃饭吧。嗯，吃牛排怎么样？嗯。哎呦，没事儿，商场不就这样吗？反正现在这店里也没什么生意，我就帮你顶着呗。你帮我买几个东西再讲。拜托大减价，能不买那么多吗？我要红的。小姐。嗯。等一下，我待会跟你说。你好。麻烦一下，这个包有灰色的吗？灰色。您确定要买吗？如果您确定要买，我就去给您拿。如果您只是参考的话，我们店里有很多别的灰色的，您可以看一下。这些都是灰色的。我不知道灰色的成色，我怎么知道我要不要买呢？您不确定要买，我怎么去给您拿呢？让你拿，你就拿嘛。不好意思啊，先生，现在柜台只有我一个人，我不能离开我的职业岗位。再说了，这要是丢了东西，我可负责不起。柜台怎么会只有他一个人？我们之前的规定不是柜台至少要有两个人吗？对啊，那柜台怎么就你一个人呢？上厕所去了呗。去这么久啊？治人家拉肚子呗，人家生理问题我也管不着是吧？怎么样，买吗？挺好看的呀。我看他不是去上厕所，是他根本没在吧？谁说的？你要不你去厕所看看。程经理，林总要来视察工作了，快通知大家。对不起，林总，我来晚了，有什么需要吗？林总，这位是商场的刘经理。刘经理，我想要一个包，但是柜台上没有想要的颜色。怎么回事？还不快去拿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什么颜色都有，我现在马上就去拿。柜台上怎么就你一个人呢？规章制度不是明确规定必须两个人同时在岗吗？那个。家里有急事，所以我先帮他顶一下。他马上就回来，马上就回来。他怎么没有跟我请假呀？这个，我想这应该是刘经理的管理问题吧。是林总，是。你一个月工资多少钱？3000。业绩奖金呢？没有。为什么呀？没有业绩啊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服务态度。啊，对对对，林总说的对。你在这工作多少年了？五年多。我现在对这个情况应该非常了解。我知道了，我们走吧。林总，请慢走，欢迎下次再来。林总，慢走。对不起啊，慢走啊，林总。林总，您确定要这样做吗？对啊，商场每个月都有特卖会，但就是留不住顾客。让刘经理去当一个月营业员，营业员当一个月主管，工资也对调一下。大家将心比心的试一试，也许对大家都好。